青日记乐团，你们有更多跟乐迷们要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live 的演出，还有邀请大家一起来可能听音乐，还可以野餐的活动，要告诉大家，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活动的讯息。来，我们在10月31号星期六下午3点的时候有一个好好过生活的野餐音乐会，就希望大家可以带着你的三明治啊，然后喜欢的食物或是小工，一起来华山户外广场听我们的演出。我们会做一整个 live band 的演出。然后另外一个活动叫做一起深深呼吸校园畅聊活动，其实它是一个校园的讲座的巡回的活动，那我们欢迎各个大专院校，高中也可以，国中也可以，就是来跟我们报名，学生族群都可以自由来报名。对对对，我们会去你们学校，然后跟你们分享我们的音乐，弹吉他、唱歌啊，对，然后跟大家聊聊天。好，那到你们的脸书粉丝团要搜寻什么关键字呢 ？Cozy Diary 青日记就可以找到了。好，最后面是不是再次的要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在你们今天那么重要发片的第一天，来替你们加油打气，而且记录了这非常重要的一刻。真的很谢谢，就是今天各位大哥哥大姐姐，就是特别抽空过来，然后希望这一张好好过生活专辑真的可以带给大家生活中一个舒压的感觉，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谢谢小鹿子林，好，谢谢各位媒体的哥姐们，然后这张专辑是其实是我们非常自己很喜欢的作品，然后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也会喜欢，然后很谢谢大家就是愿意抽空前来，对，好，给你们鼓励咯，加油咯，支持咯，谢谢，好好过生活，今天9月17号正式的发行，听着你们的音乐也一起来好好过一个轻松的生活，谢谢你们，谢谢谢谢，画面都 OK 吗？好，谢谢，那我